黎明时，过会儿你从这儿走，一边走一边说台词，然后坐在这儿，亲他就行了，知道吗？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开始拍。 哎，老师，辛苦了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怎么回事？啊？男艺人亲女经纪人，你们想不想干了？不是，老板，因为现场出了点状况，所以导演就让导演让你亲。 不是叫过你借位了吗？不是你说，导演要我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吗？导演也没让你真的亲我呀。行了，你回去拍戏，福宝跟我过来。啊！跟我走。 老板，你拉我干嘛去？老板，这是你的工作计划，就算你跟我说10,000遍，我也记不住。 我好想打字，但是我手好疼啊！啊！怪我，都怪我！但是黎明时这场戏他真的很重要，我作为他的经纪人，我应该在。我作为他的老板。 我都不需要在现场，你需要在现场吗？我老板是个大变态，我老板是个幼稚鬼。嗨，魏总，找你半天了，这个片场太干燥了，喝点水啊。 黎明是这场戏拍的怎么样？是不是又NG了？没有啊，一条过。真的吗？老板，我等会儿回来写啊。年度计划，我来写啊。我的老板是个。 幼稚鬼，福宝，这孩子没大没小，我说他啊，别生气。你写，好。幼稚鬼，哼，他们不会觉得我很可爱吧？
老板，说你为什么说我是幼稚鬼？可能那个键盘他有自己的想法。哈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老板，哎、你先把我放开。魏总，魏总，借我手机用一下。你要我手机干嘛？我手机不是没电了吗？咱们家小蝌蚪不是来了吗？我想跟他拍张照片。哎，嘿，在兜里，自己拿。哦，哎，谢谢啊。那个小核桃老师你好，我叫杜子腾，是那个黎明市公司的同事。拍个照行吗？啊，可以。啊，哎，你不是要跟我一起拍吗？我不配，哎，我给您拍就行了啊。中了中了，哎，这个角度特别完美。哎，来来来，清场了清场了。哎，清场了，我要准备。我帮你啊，清场了，清场了。哦，要不去那儿给您补个妆？行，我拿，我拿。哎，谢谢。哎，前几天赶紧走开。可以啊，预备。哎，一、二、三。阿石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吧，老师？没事吧，老师？没事吧，老师？我，这怎么会开呢？我明明拧得很紧啊！我明明看着你拧得很紧的呀！都赶紧给我检查检查去！哎，好的哥，对不起啊，老师。快去！对不起啊，老师，对不起。都检查检查哪的问题？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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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呦呦，没事吧？哎呀，你看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哎，我看也没什么事儿。搞不好是某些人哗众取宠，非要搞点事情上新闻吧？谁会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开玩笑啊？我刚刚还看你靠近过薇娅，说不定就是你。你想说什么呀？你再胡说八道，信不信我对你不客气？哎，再指着他，信不信我捏碎你的骨头？你放手。算了，我没有证据，放开吧。你没事吧？行啊，有两下子，赶紧去看看吧。疼吗？疼就喊出来啊！从小，我父亲被告诫我，身为皇室子弟，不可以轻易表露自己的情绪，否则。会让有心之人有机可乘。老古董生了个小古董，真是迂腐。放肆！我父王乃是离国最贤明的君主。好歹你爸爸是有皇位传给你，我也就不反驳他了。我今日可是又给你惹麻烦了。才不是呢，你是给我解决了很多麻烦。幸好你不是一般人，不然今天就出大事了。我今天一次过关了。我妈是真棒。魏总，你不能因为自己家的一人出意外，就把罪名随意赖到我头上啊。本来呢，我想私底下跟你说一声，就把这事儿解决了，你还不承认。这三分钟的视频里边，你做了什么清清楚楚。既然你还是这种态度，那这件事情就没那么好解决了。你想怎么办？简单，马上收拾东西滚蛋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就凭你欺压同行的证据在我手里。魏总可能不知道，我们公司是这个项目的投资方，开除我还轮不到你。可能你也不知道，半个小时之前你们公司已经撤资了，现在这个项目最大的资方是我。
你是乖乖打包东西滚蛋，还是让我即刻公诸于众？你自己做选择。哎，我提醒你一句，福宝是我的人，请你以后见到他，绕道走。道哥，看到导演没？导演在那边呢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导演，你目前对这个项目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？我是想少用特效，尽量用真实的表演来体现，这样观众看着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今天那场吊威亚的戏，我们家黎明石他本来可以表现得更好的，结果呢？结果就因为……老板，你怎么还没回去啊？我不回去了。为什么？剧组盒饭好吃啊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常驻剧组，监督你们把戏拍完。哎，这屋灯光这么差，我怎么工作？哦，明天我让酒店人员给你换，换个亮的。这水这么凉，我怎么洗手？我现在就向前台报销。你听听，什么都没听见啊？隔音这么差，会影响我晚上休息的。我明天把隔壁换掉。哎呦，这床这么软，我不好睡觉的呀。这床软点睡得不舒服吗？再说了，这么高级的酒店，它床没有硬的，这床只有软。对呀，这床怎么这么软呢？哎，魏总，我昨天啊去了趟福宝房间，去给他送东西，他那个床特别的硬，明天我给你换过来。明天？那也行吧，我先去看看吧。哎呀，麻烦。哎，我就不去了。哇，没想到下着雨还能看到星星和月亮。哎，没想到不管在哪里，月亮都是一样。傻瓜，这全世界就一个月亮，看起来当然一样啦。这老李不是说过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你看到月亮是不是会想家呀？我年幼的时候，我的兄长黎明前也会陪我在宫里看月亮。现在想一想，那一切都好遥远，就如同这个角色一般，我们亲密无间，无话不谈。只是没想到的是，于他而言，权力更重要。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你让我帮你演的这出戏一样，不过不一样的是，这戏里的皇子和他兄长的心思都花在了儿女情长之上，也没见他们为了江山为百姓做任何事情。我决然不会这样的。这可能是因为我们这儿的人工作压力太大了，所以就想看一下皇子啊殿下们是怎么谈恋爱的呗。那可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们阿石这样文武双全贯通古今，
当得了皇帝，演得了戏，上能批奏折，下能看剧本，真厉害。还不是因为你，说什么要扬眉吐气，还要处处逞能，挡在我前面。不但如此，还把我当傻子一样骗。什么法术啊？那不过是一种用作信号的灯罢了。嗯，这都被你发现了。我们阿石真是学习力惊人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答应了你的事，我就一定会做到。就当做是我回去之前对你的报答了。阿石。嗯。你怎么好像突然之间就长大了，不再像一个……像一个什么？像一个傻乎乎需要大姐姐保护的小朋友呗。朕18岁便已是一国之君了，本就不是小朋友。哦，那不知道某人还要不要喝奶茶呢？要。福宝，你在房间吗？福宝，我找你有事情。这么晚上哪儿去了？说过，在你们这里，男女如兄弟，不必介怀吗？那就多谢了，大兄弟。在我们那里啊，除了父母对子女，只有郎情妾意，才会如此亲密。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都用在酒的废话上。什么？啊，没事啊，好多了。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。不接我电话。魏总，你怎么回来这么早？月色这么好，你应该带他去看看星星和月亮。哎，再给他买奶茶，捧在手里，浪漫的定情之夜，想想我都心动了。你就不应该回来这么早。好冷啊，好想吃点热热的东西哦。泡面。走。
大晚上你杵这儿干嘛？怪吓人的。我乐意。老板，我们都到酒店门外了，有什么话不能进去说啊？外面怪冷的。我手很痒。是我，是我，都是因为我。你是经纪人，你知不知道要跟艺人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啊？隔这么远怎么工作啊？有什么工作非得2米以内进行啊？有啊，挠痒痒。魏掌柜，自古男女之间应是两厢情愿之事，你我都是男人，何必如此小肚鸡肠？我小肚鸡肠？我知道你对福宝，我对福宝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老板，真的没什么。他也知道那天晚上的事。和你有什么关系？跟他确实是没什么关系，老板。我看你好像有点感冒，我给你弄杯热水。回来。原先是与我没有什么关系，但你如此处处为难，实在不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所为。我没担当。正是。若你对一个女子有意，而这个女子对你无意，就算你心中不甘，也不应该处处为难，死缠烂打。我死缠烂打？哎，那件事情是你情我愿，而且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实际情况是什么。据我所知，那件事并非福宝所愿。哦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强迫他？哎，我什么身份？我强迫你啊？老板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福宝，这件事你大可不必对他处处忍让。对我处处忍让？哎，黎明时真有你的。你知不知道谁把那个萝卜拔掉啊？是我，是你，要不然呢？要不然你以为谁有这个能力帮你做这样的事儿？老板，原先伤的好像是右手，怎么现在右手好像好了？左手它挂起来了呢？肚子疼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早上？这么早不拍戏，拿着剧组道具在这儿犯什么二啊？此剑名为丈天，乃我离国顶级工匠耗费981日修铸而成，是我离国第一剑，价值连城。昨日你也算搭救了我，是我的恩人，我从不欠人恩情。思来想去，只有将此剑赠与你。丈天剑，我还屠龙刀，我还激光剑。行行行，台词别背了，给我吧。这剑还挺沉的。你最近啊，可不能吃泡面了。导演说了，吃泡面容易浮肿，你最近应该多吃水果。那奶茶呢？可以喝吗？当然不行啦，你要多吃水果。随着科学的进步与发展，我们发现水果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，对身体非常好的。而且你最近还有感冒的苗头，喝这个。我去，衣服这么大灰，也不知道洗一洗。
10分钟之后通知公司开视频会议。不是魏总，他们在这拍戏，咱们来干嘛？再说你感冒还没好呢，你看看这手上全是菌类纹，个人护理得注意。去帮我买点感冒药吧。啊，好。老板，啊，你感冒还没好？你这干嘛在下面？我煎饼。你感冒了，要多吃水果，多喝水，早点回公司去。怎么了？这里面好像有针啊。我看看。那是静电，白痴。静电？等我一下。静电。手给我。哎呀，老板，你要护手霜吗？既然你问了，那就来一点吧。这样就不会浪费了。我们去那边看一看。老板。谢谢你啊。啊啊，老板吃苹果啊？我先给你洗一下。哎，吹风筒准备啊，撒花瓣雨。花了那么多钱还不拍点照片，还有收藏价值。我们家小核桃就是好看，嘿。你先吧。这块本来就是我的。哇！看什么看那么开心啊？没什么。他们竟然以为我们是兄弟。我们哪里长得像？谁跟你是兄弟啊？我去，他们竟然觉得黎明石比我长得帅，他们不会也瞎了吧？老板，虽然很意外，但是黎明石和你都红了。虽然我欠你恩情，但我本人可并没有那么欣赏。这点我倒是和你一致，我本人也没那么欣赏你。
俩关系能好点儿，是我太天真了。爱情出现时是否不讲理由，十字路口让我选择向左或是向右，我站在魔法树前头，缘分啊，能不能请你带我往前走。我去，